消防局现场的调查啊，它变成是一个毛巾啊，这一条毛巾可能是刚好是挂置在机车上面用来擦拭车身的一个那个擦拭工具，叫做。那当然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说自己做错了，太可惜了。这位学童他，我们初步了解应该是基于好奇好玩，那详细的经过情形，目前还在做警情笔录，我们会在离境之后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说明跟报告跟上。